RCEP 第27轮谈判将于7月22号到31号在中国的河南省郑州市举行，并将于8月2号到3号在北京举行部长级会议。中方作为主办方，将继续尊重并支持东盟在 RCEP 谈判中的核心地位，积极发挥促谈、促和、促成的作用，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，为年底结束谈判做好准备。